经常久坐不运动还不爱出汗的朋友们注意了，有条件的话我建议您每天吃两颗茯苓。茯苓不仅富含茯苓多糖、茯苓酸等20种营养元素，在古时候被誉为一两茯苓一两斤，吃着对身体特别的好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茯苓要单独服食才能发挥其全部的营养，这是用20斤茯苓研磨出来的茯蚀膏，全部采用古法晾晒，完整的保留了茯苓自身的清甜与营养，吃在嘴里香甜软糯。朋友们，信我一次就一次，你们相信网红，相信明星，能不能信一次我们农村人？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宁愿花上千上万块钱在营养品上，却不愿意花几块钱买点益士膏？这是用10斤茯苓研磨出来的益士膏，还添加了芡实、莲子、山药等多种高端食材，富含了茯苓多糖、茯苓酸20多种营养元素，满满都是精华。吃过的人啊都说好。茯苓之名最早出自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吃在嘴里啊越嚼越香，而且它是开罐即食，开罐方便，真的强烈推荐。